洛港宝马顺天宫15号是来为庙内所服侍的刘虎王爷举办祝寿典礼，除了有精彩的国乐表演以外，也准备了丰富的宴桌要来献给王爷，并且当场拔出每年的露珠，继续来为王爷服务。旧历的10月16日是刘虎王爷的圣诞，洛港宝马顺天宫是依照传统为刘虎王爷举办盛大祝寿典礼。除了聘请国家宴奏，庙方也准备了很多奖品和丰富的宴桌要来献给王爷。我们传了当今宴，还有菜碗宴，来宴了我们顺天宫刘虎王爷，希望大家可以人心灵可以共同欢乐。在圣诞这天，庙方也依照惯例在王爷面前拔出露珠，并且也来选出新任的刘虎王爷会会长。就是刘王爷吼，每一年吼，11、10月16日吼，拢是刘王爷圣诞吼，啊，每一个信众拢会吼来参加。伫咱刘王爷吼内底吼，哇，每一年吼拢会选吼，新的楼主，啊，甲吼有提供吼，互信众吼来拜咱的刘王爷这边的金元宝，吼，啊，伫咱的吼11月15日吼，足早收证一天。暗时11点吼，嘛有开放吼，咱拜咱的刘王爷这边的平安符吼。会长表示，刘王爷会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，虽然中途有中断过，但是这几年是搁恢复起来。鹿港的凶的生命会内底就有记载吼，200多年前就有这个会啊。啊，真哦，自阮79年有一个侨办会，成立到今。渐渐改则改这个会，啊会即摆甲这个招会员，自84年度改这个刘虎王爷会，再来招这个会员，大家来做这个庆典的活动，招几跩少年的，甲跩咱一寡庆典的活动的一寡仪式传承下去。当年刘王爷的圣诞，拢会有真侪信众特别登来帮伊祝寿。也看得出来刘虎王爷在当地信众心目中真高的地位。新中华新闻蔡定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